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06集。今天的话接着给大家做工作室系列84号的铁皮，这个盒会很漂亮啊，可以说是完全的在我的眼中吧，完全就是 G1 造型的铁皮，然后把它真人电影化的样子啊，高度高度的合适。那这款玩具最近大家的期望度啊，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先前的话呢是先推出了白色的救护车，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就留言说，哎呀白色不好看，以后会黄化啊，我要买铁皮啊。是的啊，现在铁皮啊终于问世了。那这种现象的话呢，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呢是在泰坦回归 Titan's Return 的时候呢，先推出了 Voyage Class 的御天至尊，那大家都知道呢之后会推出头模的大火车，于是大家就纷纷的说呢，哎呀我要等大火车啊。结果呢我记得呢泰坦回归这个系列呢到最后呢依然卖不出去的呢就是大火车啊，玩具反斗城的架上了一堆沾满了灰尘核损的大火车。那么铁皮跟救护车啊两者的命运呢会不会是一样，这个很难说啊。那么其实这两款来说的话呢，如果你真的只能二选一，真的是很难挑啊。为什么很难挑呢？其实就颜色配色来说，我个人比较喜欢铁皮啊，这个深蓝色的这个挡风玻璃跟红色的一个反差呢更大，而且它身上的一些这个整体来说的感觉吧，就是不会像这个啊，确实我也是会担心它黄化的，而且它的白色还是有色差的，而且比较明显看得出来。那么以玩具的滚动性来讲的话呢，两者完全一样。那明明看起来好像铁皮占优势，我却难以选择呢，因为铁皮的人形呢，这款玩具至少我手上这一款关节是非常松的，玩起来的感觉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大打折扣了啊。那我们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小对比啊，我觉得铁皮有一点嘛，就是它这个地方金属配色啊，我觉得是一个大大加分的，比起这个救护车这个红来讲，我个人觉得比较有点意思。然后以车子的裂缝来说，由于是白色啊，所以就会感觉更加的明显，加上呢确实有一些色差的原因啊，这个看起来已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均匀了，但还是不错的一款玩具了啊。那么武器来说，它是比较浅色的塑胶，然后我们的铁皮的话呢就是整个黑到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背后啊，这里的话呢就是救护车有这个红色的条纹，那铁皮就整个是一个塑胶色了，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好补充的啊，因为外观在车形态下呢啊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待会的变形还有人形的过程中呢，你就能感觉到啊，铁皮依然是我们恨铁不成钢的那个官方的作品了。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铁皮的变形过程了。首先的话呢把这个地方给解开来，然后呢另外一侧也先解开好了，解开，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卡扣啊，松开了啊，这里一样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啊有时候会顺便把它给弄出来，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凸对进去里头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整个给解锁解开来。那么脚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挑上去啊，这里整个挑松开来到这边。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把腿的话呢给这个腿给打正，然后呢脚给翻出来，然后呢做一个外摆内收的一个翻转，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一定是只有这样变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到这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上半身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它整个都给解锁解开来，解开来之后我们先把这个腿往下放一个角度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到时候会形成一个腰转的一个部分，我们把这个地方给转上来，这个头这个部分呢往下放，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部件整个的往前面翻过来啊，非常精妙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把这个红色部件给放下去啊，然后这样折叠包过来，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像是一个围裙一样的东西呢把它给扣到铁皮的身上，再来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扣过去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印第安人跟黑人啊这个组合方式啊，这个到这边把这里一样扣上，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它原本在变形的时候呢是反折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它转为正面就行了，然后呢顺势的把这个手呢给翻出来啊，可以说是非常行云流水的一个过程呢就把它给变形完成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已经可以感觉得到它身上是非常松垮的啊，这里除了这两个地方偏松之外，它这个腰部啊可以说是毫无节操可言啊，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啊，也不管对方接不接受你动啊，非常非常恶劣。武器没有问题，持在手上。那么整体的涂装来说的话呢，铁皮的话呢确实是比较
优秀一点，可能保存上也比较简单。那当然武器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背在后面。那我们就两者对比一下啊，主要还是这个腰转的部分，这个救护车的话呢也是有点松啊，但是感觉还没有像铁皮这么样的一个松弛啊。我们这样子一起晃啊，你可能会觉得半斤八两啊，确实啊，但是铁皮真的是比较严重啊。然后它身上呢，可以看一下啊，它最让我觉得满意的是这一代这个金属的光泽啊，有大大的一个加分了、啊。然后头雕我觉得也算好看啊，这也是两者唯一在模具上有改变的地方。然后哪一个比较好看，我想我还是会比较喜欢铁皮的啊，最主要是这个红色保存起来可能也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它的一个整体关节偏松啊，这个确实是让人比较恼火一点。那我们也单独的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手臂的平举也是没有问题的，手肘弯到90度啊，这里面有个空洞啊，也再次提醒啊，这个地方你看，因为这个涂装的关系啊，整个质感的话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脚前后左右踢啊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也是偏松的啊。啊，总而言之呢，你这个玩具呢，如果你确实的拿到手上啊，是会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不爽的。然后这个轮胎可以转一下，我想怎么转比较好看？我觉得都可以吧，你喜欢怎么摆就怎么摆了。那整体来说的话呢，玩具是不错啊，但就是这个松垮的问题呢是比较扣分一点点。这个感觉就像最近有哪一款玩具啊，好像也是这样的啊。反正设计啊，对，就这个 SS86 的那个雷龙啊，啊对了。啊，有人就在我的这个影片里头拘泥说，到底是雷龙呢还是万龙？其实两个说法呢，我在节目里头都是交叉着说的啊。其实应该我的心中应该是说它是雷龙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的嘴巴是讲万龙啊。这个口是心非，你看我这个人多糟糕，好吧？那今天就给各位介绍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